一周刊刊登艺人张柏芝逝仔嘅出世纸，包括一传媒同一周刊总编辑等，三个被告被控违反私隐条例，各被判罚款4万蚊。一传媒有限公司 Element 5 Digital Limited 一周刊总编辑麦景庆，各被票控一项披露未经资料使用者同意而取得嘅个人资料罪。另一被告记者 郑静被控协助及教唆，其余三个被告干犯控罪。记者获准以签保2000蚊，首行为12个月，控罪撤销。辩方求情指呢一次系第一次有报刊被控相关嘅条例，相信对业界有警惕作用，并承诺将会喺一周刊刊登道歉声明。